说清楚面具人的事了，你不可以死。走了，走了。苏九儿，这里这么黑。 什么时候给我系上的？你在船上的时候啊？绑这东西干什么呀？还不是怕某些水性不好的人出什么岔子呗。哎，你还说我跳下去不要命，你也没有比我好到哪里去。